在我们这儿这叫乡村，在四川这叫村天儿。乡村炒鸡蛋又一个菜，好，够吃了。你们找有好吃的啊，乡村炒鸡蛋啊，来炒蛋，炒蛋，来炒蛋，炒好吃的。有点饿了，放点盐，放点醋料。开饭喽！看，阿姨嫂子打的菜也好得很。我们这儿不光有小笋炒鸡蛋，还有这些。他也哈香喷喷的，上午阿姨们采的咸鱼现在送到菜场去炒，想要鱼西家的茶叶点开左下角链接哦。下期教我们如何80块钱买到正宗鲜毛尖，拜拜。